手臂往上推开。好，四看，拎出去，拎出去，踩出来，放慢一点，重心回来。OK， 踩实了，给他们腰。好的，来再去变成看动作。行进的过程当中诠释诠释这个概念。你们看老师来一次啊，来，5、6、7，你们就看，别跳啊，看看我说的，看我跳的，往后拉，大，哎，这个画面就很漂亮。拉出去，这一下，到我的前腿的过程当中，再去拉旁腰，看，推到重心当中，再去给旁腰，你的这个点是最漂亮的。啊，它的力量是从你的脚尖传递到膝盖，传递到肋骨，传递到腋下，它这一块它就是一体的。